请大家从位置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从位置上站起来，我们要一起来颂赞他。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我的部分到永远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我的部分到永远，到永远。神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要来赞美他。除了你在天上有谁？除了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所爱慕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我的部分到永远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我的部分到永远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我的部分到永远，永远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我的部分到永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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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永远，惧怕，他允许我们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神是信实的神，他并不叫我们的爱，他并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够承受的。他所赐下的恩典是满满的，使我们能够依靠他，得着安慰。在任何的环境里面，我
都不要来惧怕，都全然的把我们心里所想的一切心思意念，我们所受的一个环境，都全然的来交托给他。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，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，你不要惊慌，更不要惧怕，全能的上帝保护你。
耶稣是我们的力量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不是别人的，是他是保护我们的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要来亲近你，我要将一切的重担来交托给你，享受你，享受你的同在，享受你的爱。
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，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。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，你就在，你在我的身旁。是主，你就是我的盼望。是主，我要谢谢你。亲爱的主，我知道你，我知道你所知道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，所面临的环境。求你能够让我们能够顺服，顺服你所量给我们的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支持，来到你的面前支取你那丰盛的恩典。是的，主耶稣，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同在，经历你的医治，经历你的恢复与平安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你圣灵的同在里。愿你能够保守接下来的时间，每个人都能够大大的让被你来充满，大大被你的爱来充满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